今天啊，来到这个乳山银滩大拇指这个附近啊，这个霓虹夜市那个停车场，看到有一辆这个理想 ONE 这么一个天津来的车，正好停在我这个送电麦旁边，我先围着这两个车先转一下啊。他那个车显得是非常高大，这个比我的车好像要大一块，块头大一些。从前面正面看一下，前面正面看也非常威武啊，这车非常威武。哎，这车还有人呢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你好，您这是从天津来的，我看。对。哦，您的车很漂亮啊，哈哈。你的车是也是混动的，我看 F。对，混动。这车多少钱啊？这个车？32.8万吧。哦，32.8万。对。哦，比我的车还贵个十来万呢。怎么样开，用起来怎么样啊？您觉得车？挺好的。挺好的啊、哦。这个车这个纯电续航能多长时间啊？大概145。145？对。那蛮高的呀。那多大的，你知道它有多大电池呢？40.5吧。哦，电池40.5。对。哦，那电池大，我的电池只有18。18，我的续航，据说是能够120公里，110，对，110纯电续航。那得说十几啊，十不能说光说是它标没有那个标180啊，标180，不可能跑定180。哦，对对，还有一点电都没有。对对对，还保持一点电，对。我一般习惯20%-30%的时候，就去充电，就充电去了啊。你这充电方便吗？能够直流充电吗？就国家电网。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，直流充电挺快的。啊，挺快的。15分钟。40-50分钟就能充满电。你这个电量充够你是保留20%，也就是还有80%，对，70-80%的电，40-50分钟就充满。那么也就充个20多度电呀、啊。对，20多度。20多度电。您这是啊、哦，对。这个要快充。我这也有快充，我这快充是有个转接头，您这才是什么方式？妈也没有，直接怼上就。直接怼就行。那你这个普通那个充电呢，就家用电充电怎么充啊？这个我没用，一般它带着个充电桩。啊，你就在充电桩充。对，我没有固定的车位，我都没按。没按啊，也能够就通过那个220伏来充吗？有这个功能吗？有。有这个功能。它有两个接口。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你这个车里有两个接口，在什么位置？我看看是。是啊、你。欣赏您的车，这是加油口，哦，在这边。这边充电。哦，这边充电口。啊，对，这是直流的，这是交流的，这是直流。直流，对，直流的大。这个小。哦，对。我从来没用过。还从来没用过。对，我都没打开过。哦，你这车买了多久了？10个月了吧。哦，10个月了啊。我的车我看4月底、5月、6月、7月，我的还不到3个月。对，我那个车是，哎呦，看您的车里边，我能看一下吗？看一下啊。哦呦呦呦，这么多屏幕啊，有几块啊？这个大屏幕都多少寸呢？这个我都不了解。一块，那个仪表盘一块，中间一块，这边还有一块，三块，加底下这还一块，四块大屏幕。哦呦，这个理想的车还真是不错。你这是几座的？6座。6座啊，我看看座位啊。6座，哦，很宽敞啊。对对对，这个车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个理想也是这个造车新势力啊。您这是到银滩来度假来了还是？对，度假来的。是这边有房子吗？对，有房子。哦，在这边买的房子。对。是哪个小区的？大花坪的啊，大花坪那边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也你叫不出来。买了多久了？买房子？买了有几年了？有几年了啊？就是每年度假过来住。你看你挺对，还没退休的时候是吧？嗯，还不到退休。不到退休的时候，对，那就是只能度个假了，然后到退休的时候再过来养养老，有这想法没有？这个想法，嗯。暂时还没有，暂时没有啊。你来过几次银滩呀？好像
一年一次吧。啊，一年一次啊，一年跑一次啊。对。你对银川的印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空气挺好的。空气好。对。哦，别的呢？生活方面，你来以后是自己做饭吗？还是在饭馆吃饭呀？家里能有具备？多数的时候自己做。啊、哦，自己做饭啊、哦，对。赶紧买点儿啊！对呀、啊，不错的。自己买的话，它是又干净卫生，还省钱。对，你要外面吃的话，说不好。嗯，这边外边的饭味道还差，差点、啊、不放心。赶不上这个做，赶不上自己做的。看来你是烹饪高手，不错。我不会做饭。你不会做饭啊、你媳妇儿做是吧？看这俩车，你的车好像这个宽度有多宽呀、啊？这车？一米有没有一米九？参数一米九六。哦呦，那快两米了，一米九六。我的是一米八九。一米八九，接近十公分。你的高度挺高的，应该是一米七几吧？对。一米七几？一米好像是一米七，一米七六。哦，长度呢？长度五米零二吧。五米零二？哦呦呦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我的长度是四米七零五吧，四七零五，就短一截子。我看看您这个。啊，您看看吧，您看看，简单一些。里边还有个小狗，猫咪不叫不叫，啊，听好吗？看看后面，哎呀，它的手，这守它的地盘的。不叫了，不叫了，猫咪下来，下来。别闹啊！他闻一闻，对，还行吧，这车、嗯，挺好，就是有点紧凑啊，有点小，尤其是这个后备箱比较小一些，放东西比较少。你也关注过这车没有？这个车啊、这个车我也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啊。对，多少了解一些啊，了解一些啊、哦。说明这个车看样子是在这个汽车圈还是引起一定的，这个车啊，对，引起一定的影响啊。这个车啊，它最起码它技术是最新的啊，技术最新的。哦，你也挺认可这个技术的。因为 DMI 这个东西啊，省油嘛，省油，可会省油。对，省油。我这个加满一箱油，然后加满电的话可以跑1200公里，应该是比较省。那电省多少呢？电它是如果亏电跑的话也省，是4.4个吧。亏电的情况下跑的话，4.4个油。就是说，你跑1000多公里下来，哦，可以省多少电？哦，这个没怎么算。我看我的那个里程表，100公里啊，综合100公里好像是3个油，然后是3.5个电。箱怎么打开？后备箱啊，我给你打开看看，看一下。我在那儿呢。对，很小啊，后备箱比较小一些。够用，够用是吧？对，平常也就两人开，不行你把后座放倒。怎么样？你看做工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挺不错的。啊，你那个啊，技术省油嘛，啊，主要省油，对，省油，对，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哦，行，谢谢你了啊。